各位评审好，各位好啊，明大上空希望，我是 Sky。那今天跟大家介绍就是 Reporter 这个专案。那很高，这是我第二次出现在这边，就是去年也有出现在这边，然后很荣幸今年，就是从去年这时候开始接触 GDP 之后，我在这一年中在 GDP 学到非常多事情。那同时就是我平常会不只是在去参加双月大松，我还去平常看一些 Slack 上跟大家交什么讯息。然后去看到各种专案他们进行的创作是什么，或是他们需要什么样的人力。对，那这是我平常在这段时间常常会做的一个兴趣。对，但并不是大家都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这件事情，这只是单纯因为兴趣，所以才想说就是就像有那么多有趣的人在 GDP 打滚，那大家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有什么东西是我可以帮忙的。对，那但是我们时间有限，而且注意力也有限，那要如何在 GDP 做的这么多事情，那有没有方法能够去自动化的去让大家知道GDP 做了什么事情，或是有哪些专案需要帮忙？然后并不是只有在大松，而是在任何时候。对，那这个是我当初想要做这个的动机。那很幸运的是，我们有每九分钟，还有双方推坑，这个真的写得很好。对，那他就是把所有就是在 GDP 发生的事情，而且很完整的把它写下来。对，但是如果我们想要一个就是很实时的，甚至是每周每天，这样的时间的资讯，然后可能今天晚上有什么东西可以参加，然后或是等一下我们要干嘛，但是这个东西是非常及时的资讯，没有办法写在每月九分钟，但是这些都又是我们想要知道的东西。对于一个就是比较少时间能够花在看各种讯息的人来说会很困难，所以我想说既然我们都想要用自动化的方式去做电子报了，那它或许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尝试想要把就是各种在 GDP 线上合作的场域把它自动化，然后变成一个电子报，然后传播给大家。所以这个是在当初做的一个图片，那最后就会希望能够用 email 寄到大家，或是 RSS feed， 或者是最后就直接传到 reporter 的这个频道里面，或是任何方式能够推播给大家。对，所以就是我们就先从大家最常见的 Slack 开始。那Ronny 他已经做了一个就是各种资讯的 archive， 那我们就从这个去开始把每一个资讯把它作为一个封包，然后就再把这些变成再把它放进 GPT 或是各这个 LLM 里面，把它生成出一个可以读而且比较适合让大家在马上就知道他要做什么事情的格式里面，然后最后再用以人为主的，就是谁在哪里做什么事情，然后需要大家帮什么忙这样的格式，然后最后把它变成一封电子报寄给大家，所以整个东西就会整个架构都会长这样子，然后我们全部都会包在 GitHub Action 里面，那这个也就是大家很常用的一个方式，然后它也就是它的各种优点应该大家都很清楚，所以就是全部应该都用 GitHub Actions 做这些事情，那这个是其中一个成果之一，就是做出的电子报会长这样子，那如果有兴趣可以直接去点就是直接现成的这样子。那总之最后做出来的应该就算是有很多这个是以一周为单位的，然后把每在 GDP Slack 上面每一个人，然后我们比较重要的把它列出来这样子。这是其中一个信件的范例。那当然就是因为在之后可能会有各种专案做的事情，所以就是我们就尝试在我们现在最上游就全部把就是东西都自己引出来，那就是就可以去避免版权的问题这样。那我刚刚提到有很多不同的模组可能都会用到这样子的功能，那我们也知道就是GDP 有很多类似的专案，那同时不只有我们刚刚提到的Slack， 甚至 HackMD 的各个笔记的修改资讯也可以被自动化。那除了这之外，还有像是道的小岛这个功能，就是去跟有谁做什么事情，然后去 appreciate 这些动作。那这些也可以是放在电子报里面的很好的一个来源。所以把这些东西模组化放进电子报里，会是让大家愿意去看这个电子报的一个其中一个动力。但是不只有电子报，因为大家平常可能并不会跟我一样每天花半小时去看电子报，所以当然在之后可能会有把这些资讯把它放进像是这里第三点的，然后去
直接在那个讯息直接放上某一个标记，然后就可以直接到某个社群媒体，然后把它自动生成是图片，还有做什么事情，那它就可以直接放到某一个像是 IG 的地方，然后大家平常在滑河道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些资讯，然后就可以去帮忙。那这个是希望能够在大家平常会做的事情，就有更多 GNV 在发生的事情 involve 到平常的生活里面。那这些那当然还有很多不同的功能是认为需要被做的，因为LLM 的内容生成内容还不是很完善，所以还是必须要有人工审稿的功能在里面。那这个是在实作这边有遇到的问题之一。那此外就是不只有标记，还要去知道GNV 整个架构上整个出现的频每一个关键字出现的频率，然后去决定哪些资料或是哪些资讯要被推播出来，这也是一个蛮困难的问题。所以就是也需要不只有生成式 AI， 还需要各种统计才可以做到这件事情。那以上就是目前目前 reporter 的状况，那就是希望有各位的支持，让这个东让 GNV 继续活下去。对，感谢各位。谢谢。那我这边先来，那我这边有两个技术问题哦，就第一个是现在这个，我想一下，好，我先问一稿，就是那个现在这个东西我看起来比较像是用个人为单位嘛，但我觉得在GNV社群里面有时候蛮重要，会是社群或是其他人怎么样回馈这个东西，所以我想问接下来有没有考虑处理这方面，就是大家怎么样互动的东西怎么样加进来的这件事情。可以先对这个命题是社群长期在想解决的，就大家是分散式的参与，那有时候很忙，那没有办法看 Slack 或者没办法接收很多专业资讯，但是如果自己有一些零碎的时间，就会想要了解。那看起来应该是有机会再往下，在 LM 的前提下才有办法用这样的配置。所以我还是觉得可能就你们可以再多谈一下，一年之后这个东西会长什么样子，就更长期来想，因为 GNV 有十年嘛，那这个东西是你只想做一年，还要往下一个十年做，就更长期还没有什么想。好奇，那应该已经运作了一段时间了嘛？那目前使用的情况如何？就是可能会有多少人愿意点开来看？还是这个后台资讯看得到吗？然后有没有什么样的回馈是目前的使用者提供出来的？那目前的运作状况跟你们一开始的设定，你觉得中间落差有多大？那要怎么去克服这个落差？好，那就都由我来回答。好 ，OK， 好，那第一个是有关于有关于以个人为单位去互动这件事情，对，那确实一开始我是想要以人为本，因为 GNV 社群它就是以人为本的一个活动，所以就是那时候觉得哦，应该是某人讲了什么东西，那应该以那个人为主。但是确实也有人是想要以就是社群的名称或者是另外一个方式去代替，所以社群名就是我们在一开始就是它的内容可能会是以社群名作为主要的推播的格式，像是就可能就不会是这个人，可能就会是真的假的，或是其他的社群的名字，那他就会放在这里的那个伙伴社群，然后应该就放在这边，然后头衔网址应该就会在这边改。那至于要怎么去辨识，这个还不知道，但是确实应该或许可以以某一个频道，那个频道它本来就会有预设的一些头衔，或是。因为视觉上，以一个电子播来说，视觉还是很重要的，所以必须要有图片在上面才会比较合理。那第二个是有关于以长期来看，一年后的这个电子播会长怎样子？我刚刚提到其中一个是模组化，那这个模组化是希望能够让第一件事情还是要有更多的眼球，因为时间跟眼球才是电子播一个最主要的目标。那如果当眼球变更多的时候，就会有专案会想要在这边找人，或是去透过这个方式去更新他们做了什么事情。那在一年之后，可能可以预期的就是大家会想要看到就 GNV 平常发生什么事情，除了每日九分钟跟双叶大众以外，会看到的就是哦，我现在可以做什么事情，我就会去看某一个 IG 某一个 FBIG 账号或是 Microsoft 账号，甚至是就是直接跑去看 MailerList 有没有什么东西。那
其中的回馈机制确实还没有想到，但是也可以预期到，就是之后会有更多的就是使用者回馈，再加上或是大家可以直接去改 prompt 里面的内容，去生成大家比较喜欢看到的东西，因为GDP 的各种文字都是一个非常有辨识度的样子。好，那另外是目前使用的情况。目前使用的情况其实我们上个月其实人还在国外，所以其实没有花太多时间在做这个东西，所以我们的人数其实还不多，但是没有一个实际的数字，可能就是30-40个人有在频道里面这样子。那目前得到的回馈都是LLM 生出来的内容还是太没有温度了，所以就是还是要提升，就是这个电子报的内容值不值得让大家去点进来看才是最主要的问题。所以这个如果没有解决的话，确实就是就会没有用。但是 as long as 这个就是大家在GDP场域的这些资讯有被推播到，那它就是很有可能会让电子报继续生活下去一个很大的原因。这样，感谢。还有什么问题吗？看好一分钟。好，那还有想要补充什么吗？好，没有，我只是没有电。好，就身为一个参与者，就是很希望能够继续能够继续这样嘛。那什么机会能够看到，就是除了跑进 Slack 以外，然后或是在 HackMD 以外的方式，所以就是有没有什么方法去被动的去知道 GNV 或是各个大家平常在这里发生什么事情？除了就是人为的直接去，OK， 除了我们人主动去参加各种就是 talk 或者是实际上去推播以外，希望有一种方式去带动某件事情可能提出来了，那或许用电子报的方式去让大家去比较 aware， 像是韧性生态是其中一个，我觉得也是需要被关注，而且是很值得被推播的东西之一，这样。好像讲太多废话，不好意思。好，感谢各位，谢谢 reporter。